一个小猪鸡杀了彭武，崔定捉人去了，事发突然，我们的人没跟上。就是那个卖车去猪的小猪鸡，叫端午。端午。这第一步已经迈出，没有回头路了。人生从来就没有回头路，如果有的话，你现在还在马上快意驰骋江湖呢，而我呢，不敢想。咱们不想回头路，咱们想往后的路。彭武死了，珍珠楼被烧，供珠的缺额崔家补不起，你说这崔定后面会有什么动作？如今他需要一艘船，刚好我有。这条船几年前你便安排在合浦运营，论谋算无人及你。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心无杂念，自然无人能及。真的是那个贱奴端午烧的？确实是。蠢货，无能！是我们无能，我们无能，我们无能。武器，一个小小的猪奴，他怎么可能把猪场烧成这个样子？崔定呢？崔总管，崔总管不见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石九郎，我们刚刚还在一起，他说要带我走。石九郎，全合浦的人都认识他，他跑不了。捅了这么大娄子还想逃？他逃不出合浦。给我搜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老五，可好些了？多谢长郎君，又救我一次。举手之劳。你看什么呢？很美。是啊，此番到合浦，我见过许多壮阔的景象，都是我之前未见过的。有日出，夕阳，哎，其中最有意思的，就是我路过珠穆海时，有一群采珠者跳入海里又跳出来。长老君，只有人深潜入海才能取得珍珠，后辈才能得珠。其实这海面上什么都没有，鲛人也不会耗费力气鱼跃出水。那他们这又是在做什么？长老君想知道，或许是鲛人在躲避食人绞杀，又或许是同类相残。你想要的自由不是得到，这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生，都会过去的，也都会好起来。但拥有的时候珍惜，失去了之后怀念这份美好，这样我们心中我才能多多少少留下点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一切的一切，便就可以这么过去。多谢长郎君相助，端午先告辞了。如若还未想好去处，不如暂且留在我身边。端午还有未尽之事没有完成，但若留在长郎君身边，
便就不是我想要的自由了。也是，但愿这毕竟就是只是个小祸了。小祸了。太久没回来，一有下船的机会，你就要立马逃出去。阿紫，小心！叶老，我当年不过是听命行事，饶了我吧。杀我阿娘也是听命行事吗？都是军师让我干的，我的妻儿老小都在他手上，还在胡说八道！叶老饶命啊！我有崔氏四妹公主的证据，我全给你。如今珍珠楼被毁。这崔十九正忙着抢救贡珠呢，贡珠交不上去，崔氏难逃满门抄斩的大罪。崔家已经自身难保了，燕定，你还是多为你自己着想吧。凭什么说是你的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。你阿娘？主场阿娘，主场板娘是我阿娘，给我！那叫你阿娘来拿。商船行窃，该如何处置？丢海里。
我替你报了沙漠之仇，你就这么报答我的呀？求你了，还给我。你说什么？求你还给我。现在在我手上，这东西就是我的，想要拿回去的话，那就得靠你自己的本事了。放了他吧。怎么了，阿紫？血珠被拿走了，阿紫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冷吗？先出去。